我看到啊，来现场观看的球迷已经把球场占满了。我是今天的比赛评论员王涛，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苏东。今天为大家奉上的是一场小组赛的争夺，比赛的对阵双方分别是比利时和中国女足。首场比赛拿下开门红之后，客队今天来到客场又是一个新的挑战，看看他们能不能在客场再次拿到胜利呢？这个角球直接传到了禁区中央，米西波。这次进攻的组织其实是非常漂亮的，但是在打到对方腹地的时候啊，没能推进一步。米纳尔，干净利落的夺回球权，完美的滑铲。双妹子往上拿球，传中找队友，没能考验门将，直接被挡住了。德凯尼没控住，球被对手拿到了，这才叫持球推进啊，球到了门将的控制范围。米纳里斯曼斯短球成功，拿回了球权。好机会啊，球进了，但是不算，边裁已经举旗示意越位了。哎，就这么一点点的距离，是越位不越位的区别，更是进球不进球的区别。嗯，这次封堵啊，太漂亮了，防守队员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位置上。球门后面的球迷哎，都已经准备庆祝了，还好他反应及时将球挡住。是没传好，球传丢了，这个犯规，这样的放铲哎，太容易吃牌了。看到裁判向他走过去啊，他就明白了，哎，黄宝石卡预定，他应该明白自己的犯规有多严重了。是啊，反击这个选项目前可用啊。好防，机会非常好，他们及时破坏了对手的射门意图，这次警报算是解除了。双方在拼抢，裁判没吹，进攻有力。哎，这球该有了吧，但是比分并没有被改写。如果他们最终没有赢球的话，他肯定会懊悔不已。是啊，双方对抗很激烈，球已经出界了。菲尔简斯，范梅赫伦，德凯尼，他们这个连续倒脚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。好球打门了，他们先下一城，不停的传，不停的跑，机会就在他们这样的传跑当中出现了。紧跟着一脚势大力沉的打门，门将完全没有机会。僵局被打破，目前比分1-0。
这个滑铲犯规了，主裁判会掏牌吗？抢断成功，现在球在他们脚下。这是个反击的好机会啊，球门球，王双在后场用滑铲抢回了球权，这球是门将的了。没控制好脚法，打成了高射炮。米西波，经验很丰富啊，猜到了对手的球路。带球冲向禁区。还好他及时出现，完成了抢断。可以打门了，他没有抓住这次机会，脸上写满了遗憾。如果进了就能帮助球队扳平比分，不过足球比赛他没有如果呀。对手拿到了球，带球甩开了防守队员，有必要铲球吗？而且动作还这么大。哦，希望不要导致严重的后果。娄佳慧，这球非常诡异的直接传到了对方脚下，范梅赫伦，裁判示意伤停补时一分钟，干净的滑铲抢到了球权，带球突破成功，打平了，双方打平了，精彩绝伦。看一下回放，这样的反击战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，最后还秀了一下脚法，推射将球打进。裁判鸣哨，比赛进入了中场休息。现在比赛进行到了下半时，双方暂时还是战成平手。直接起脚吊门了，没有成功，球是被门将摘了下来。对的，这脚远射被门将给化解了。今天有好几次绝佳的机会都被他们挥霍掉了，打到现在还是平局，也是没谁了。后卫仿佛在梦游啊，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，看上去很有希望，可是希望被对手破灭了。王珊珊传球很精准，绝佳的机会，门将用双手解除了门前的警报，反击机会来了，对方都展开反击了，防线还在慢悠悠的，没有到位。这场比赛的攻防转换真是太快了，刚才还在说他们这球很有希望，现在就被断球打反击了。双妹子王双拿球，
传给了张睿，有机会了。这球啊，防守队员及时出现，真是太及时了，要不然这球肯定进了。哎呦，这还真不好说，如果碰到防守队员后飞向球门，守门员可就完全来不及做出动作了。是啊，这脚铲球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区域啊，就已经能够威胁球门了。这球该有了吧？果然不出所料，他们取得了领先。这个进球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这脚极具穿透力的传球，我们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。最后他们选择了推射，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，比分被改写成了2-1。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30分钟，切断了对手的球路，抢断成功。詹尼斯凯曼只要拿到就是机会，防守太及时了。控制住了，没有出界。这个球应该能找到队友，其实这脚球差的不多呀，很接近了啊！我能感觉到他们距离进球不远了。嗯，他们要换人了。王双是想着从这么远的地方试试运气吗？这扑救没什么难度。一次不错的推进啊，直接打到了对方的腹地，很近了，可以打门了。守门员直接把球拿到了，没有什么难度。对方这脚射门确实也欠缺威胁。德凯尼，机会啊，观众都在喊射门啊，有机会扳平比分，打中了立柱，没有出界。门将这次发挥出色，哇、哦！今天他们不太走运，这个球如果打进就可以扳平比分，但很可惜，门框成了他们面前的最后一道障碍。他们要相信啊，运气是暂时的，实力才是永恒的。一次没有必要的失，绝佳的机会，球进了，双方打平了。到底鹿死谁手，还很难说。我们啊不是反对控球，我们反对的是在危险地带传球质量如此之差，送上门来的机会对面不进都不好意思啊。比分又被扳平了，起起伏伏就跟坐过山车一样。王双球已经拿不住了，对方的拼抢非常凶，时间所剩不多了，这应该是全场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，平局会不会被打破呢？有机会领先，门将打了一下，比赛还在继续，球还是进了，门将已经尽力了，但还是没能改变结局。尽管有人会说只要丢球了门将都有责任，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说门将真的做得足够好了，他的扑救很精彩，只能叹息运气不好啊。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，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。没错，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。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能不能扳平就看这个球了，技术非常出色。禁区里教科书一般的防守啊。德凯尼，米西波，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5分钟，直接打门，挡住了射门，但是危机没有解除。
王佳丽，双妹子王双拿球，胆大心细，直接在禁区内用铲球夺回球权。米西波，第四官员举牌示意啊，补时一分钟。身边有队友在要球啊，看看怎么处理。现在还落后一球，这可能是他们比赛结束了。